是不是想吃？不想吃。你不想吃，你搁这站能有两分钟了，裹一盆。一吃紫薯就乐。你这个凉菜没有多肉。我看你这多点啥？就黄瓜加麻酱香菜呗。加点蒜子你剁碎。吃还是你会吃？这骨头就锅一盆的最爱。刚搁门口站两分钟，我问吃不吃，不吃，吃不吃，不吃，能跟他对峙了十个来回，还是进来了。客气点不行吗？有必要吗？那你可怜我，那你觉得对不起我？我太对不起你了。哎，哦对了，不是广告。尝尝味儿咋样？味儿可以，小锅上哪儿都得自己做点是吗？美食就要什么因地制宜。你上次来老板这吃了多少斤？光骨头好像是八斤。你今天打算吃多少斤？16斤吗？一两斤就。我谢你个鬼！哎哎，别动我猪，我不要脸！哎哎，吃吃吃吃，你就撒娇就对我行，你再换另一个女的，你看人可怜你不？人心疼你不？撒娇跟个鲶鱼似的，拉个老老脸，就我看着还挺可爱。小宝，吃好宝，咱们先吃个果子。来给个爪爪来，来给个爪爪。你快乐吗？吃肉不快乐，还挠就问你。戴双层手套了，就开始终极战役了呗。锅也空了，你的盘子也满了。老板，猪大骨给我填满。这锅呀，又续满了，兄弟。终极快乐。那就吃这么点吧。这么点儿，这么点儿。这个能顶破天，也就4两。你碗里那两块有4两没？真吓人！我要开个自助店，我就把你照片贴门口上，画个叉。狗我不能进，狗跟锅一盆不能进，升仙了你都。